各位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的赛事直播，我是王睿。很高兴呢，今天和丁烈老师一起啊，在这里我们是共同关注春节假期之后的第一项大赛，正好呢也是世界比赛的决赛，第26届 LGV 世界围棋棋王战决赛三番胜负的第一局。那么应该说我们刚刚过完这个春节。春节哈，也是我们最隆重的这个传统佳节了。那么开工的第一天，就迎来了一场这个中韩的对决大战。对。那么两位棋手呢，申真旭和杨景新九段，也是在今天早上北京时间9点钟啊，开始正式落子。那么也是像这两年一样啊，是采用的线上对局。啊，是申真旭九段。那么韩国好像，最近还是一直在进行比赛的，是吧？我看到申真旭九段也是在参加韩国的联赛。但中国杨景新，我看这几天也是训练，也是，安排的也挺满的，好像网又站是是吧？世界冠军在陪他备战。对，也没闲着，是不是啊？虽然是在过春节，对，但是我相信杨景新九段也是训练绝对量不肯定能，也是，对，肯定是不能放松的啊！这是中国棋院。这是棋院的2楼的这个比赛对局室。看起来杨景新九段非常的镇静啊。那么，这是这个对局的画面是吧？对，杨景新九段呢，第一个世界冠军就是在 LGV 上获得的，对，很巧。就两位棋手跟 LG 都非常有缘。那么杨景新九段是2019年获得 LGV 冠军，申真旭呢是他的后一届，就两二零二零年。应该说，这两位棋手都是从 LGV 拿下自己第一个世界比赛的冠军，应该说从这个 LGV 起家的啊。那么，两位这个 LGV 冠军今天又是在第26届比赛中相遇了，也应该说是争取自己的这个 LGV 的第二冠，是吧？好的。那么比赛早上9点钟开始进行的，我们先跟上进程好吗，丁老师？这盘棋杨鼎新的黑棋，这个因为是韩国主办的比赛，所以它的采用的规则是韩国规韩则，国规则黑棋切六目切半，六目半，对。而且 LGV 呢，它的用时比较长，比较长，它是每方3小时，对，之后有5次40秒的读秒，相对来说比较长，对，比较充裕。是一场这个马拉松是吧？这个一上来走了个对角星的这种开局啊，感觉上有备而来，好像，其实我看到杨景新九段好像。我们也说春节假期他也没闲着啊。我看就是除夕啊、初一、初二，他还在网上在练棋。对，其中一盘好像就下了一个对角的这样的对，一个好像布他局。不光网上，前两天我看新闻说是跟世界冠军约的下的慢棋，练了几盘3小时的棋，可能是，也是要熟悉一下这个对赛调整一制。下状态，对对对，这上来这个对角星，因为他走两个小目，也没有给白棋点三三的这个机会，感觉上这个布局可能是之前有所准备。黑棋是一怕方真面跳手一是个，自己准备，同时呢，我觉得也是不是在这个打乱这个申真旭的一个节奏，因为我们知道申真旭号称叫深工智能啊，就是他这个对 AI 研究非常的深入哈，就是背谱特别厉害，所以呢，你不要走到他的套路里去，是不是？所以一上来就选小目嘛，基本上因为现在轻位点三三的变化见的比较多，所以可能这样的话，我是不是相对来说会乱一点？如果大家都不熟悉的一个对，不布熟局悉，领域，乱中取胜。至少打乱对手的一些意图 啊。对，其实现在的对局可能主要决胜负倒是，我觉得倒主要看中后盘了。是的，是前的，半盘想拉开差距，取得很太大的难，优势，很难了对，啊。或者说前半盘其实整体的水准都对，都提升提了，高了，对，把戏逼住。可以去挂角，这下得很积极。很积极，是的，挂完直接一逼，
感觉上这个黑棋这地方，因为它比较坚实，这逼过来这个配合其实还是很不错的。对，嗯，感觉挺舒服的一个构造。黑棋的步调很快。嗯。接下来白棋是采用的尖顶。对，长。然后夹击。夹过来，对。嗯，接下来黑棋下一步。出头，对，他是选择的这个点，嗯、对，大飞，这个点，其实这一代选择还是选点不少，选点是挺多。他在这个，要我感觉第一感可能也在这，也是在这里啊。出头相对来说，这个更最快嘛，嗯，跑得快一点，对，然后也不存在什么断点的问题，所以可能会比较容易想到这手棋吧，嗯、这个点。我看前面的这个布局的用时好像是黑棋啊，就杨鼎新要多一些，他下的比较慎重。对，那深功智能可能熟，比较熟。像这个，像这种尖顶什么，我看好像也都是 AI 的一选。这个，这包括压出这个，这局部的变化，它确实还是熟。那这个对，名不虚传啊，不怎么用思考，都是背下来了。对。不过因为是三小时这样的一个用时啊，嗯、所以你前面时间稍微用多用一点还好，对，是吧？其实也还好，他也没多用太多时间，是，可能也就比白棋多用个十分钟，嗯，这样也还好。对，现在白棋是压出，压出的时候黑棋是选择挖，这个比较积极啊，对，很紧凑。嗯，我说搬的话，就会有种好像顺着白棋调子的感觉。嗯，因为搬如果选择搬，好像这个子的位置就不是特别好了，有点离后势太近的感觉。是的，将来这一代好像还是刘继军。对，有点奇怪，但自己再补感觉效率也不是很高。是，感觉这个，这主要还离这个铁头有点太近，因为你走不动，再压就这种穿香眼的棋形都不太好。他应该是飞的时候就想好了，我觉得是吧？对对对，就挖。就是飞的时候，你如果挖，如果压，我就。挖一个比较积极啊，嗯，挖一个这且只能打上面，打下面肯定是不成立的，这个战斗白的肯定不行。对，这个子位置恰到好处。嗯、白的这棋形太软了，断点气都不太好。嗯，这个很危险。对，应该这只能打上面，本手打完粘上，这下的比较稳健啊，这深针续下、嗯。如果挡住的话，确实黑的可能会从这连根给你断了。这个战斗白的确实非常勉强，因为这脚底味道不好。嗯嗯，肯定还是欠着一手棋。这外面如果白棋粘上，黑的就跳。黑的这棋形不错，这都是先手，这没有任何问题。所以这个战斗白的应该不太行。所以白棋呢，要粘上，把自己走后，还是选择粘，嗯。那这样的话，实控上来说，我是觉得白棋好像会有一些损失。黑的棋这跳很舒服，黑棋这个继续捞空，捞了一大票，就是心情很愉快。对，这可能会形成一个格局，就局部黑棋实控会捞一大票，但这三个子将来白棋如何去攻击，对，能够有多大的收获，可能是白棋要考虑的。是，而且黑棋在这边捞取了实地之后，其实这几个子就可以看得清一些。对，也根据情况来看可弃可取，嗯，看你怎么吃。对，就留了很大的余地。那这地方确实很舒服，黑的这个白棋冲完了，也没什么太好的棋下就粘上。这个粘的时候，感觉白棋棋形还是有点，反正这局部来看，这个子的位置有点委屈啊。就感觉这整体这个棋形效率，它肯定不会特别高。嗯，感觉上黑棋好像。更流畅一些。对，黑的虎之前先打了一个。啊、哦，对，上面先打。打的时候也可以考虑吃了哈。对，黑其实现在白棋要么粘、要么吃。对，这个、实战是选择粘是主要是看中外边了。嗯，这吃确实也很诱人，好想吃。那吃的话，黑的肯定提这个，白的也得出来吧，提也得搬。嗯，继续看能不能怎么战斗。确实啊，其实白棋吃掉也是很实惠的。嗯，吃掉很实惠。实战的话，还是注重外边。他粘也强调这个断。但这个总感觉黑的
挺舒服，对，捞得很愉快啊，这一上来。嗯，现在黑棋，白棋马上断上去。对，马上断。这个也是白棋的一个预想图哈。那粘完肯定是要断，就是要断。因为你现在这边也不知道怎么走，这边是不是一手棋飞到这儿了？嗯。但这肯定也没吃干净，黑的想活，感觉下面都是能活的。但是你如果先走这边，黑的可能就这边补一手。对。将来看情况是吧？是就形成一个转换，就算这地方你再补一个，比如说你再走一个把这吃了，但是我感觉黑的这个棋的效率好像比白棋还要高一些，这白的不是很舒服，将来兼一个先手，这地方将来冲断说不定还有收起吃，还是有些味道的，那这吃的不开心。对，这地方就这两个子，黑棋可弃可取。嗯嗯，感觉还挺从容的，这白棋这粘它也是瞄着这个断，肯定不能现在来吃这个，得这地方黑的再补一个，黑的这效率确实有点高，还是要断上去。嗯，啊，棋从断出生啊，断的时候黑棋是打在二路，这个好像基本是个，对，因为这棋打不死嘛，打的话白棋立，黑的这气本身不是很长，所以在白棋拐的时候，黑的可能就不好继续硬了，而且你也长不了，这还被打了压，针子也不利。对。那也是走不了了，所以这打这边肯定过分，弄不住白棋。是，这个时候其实也是。那打二路只此一手。可以给爱好者推荐的，有的时候就是在三路断的时候，像这种棋型不一定是要打在三路，其实是打在二路。对，这打在二路。打完二路。但这个棋型主要，作为一个爱好者来说，这种棋型还是要背一下的，因为打三路的话，确实非常常见的一种形状，大家一定要首先要去看一下这个针子。就我们一定要去看一下拐这个长是不是成立，哪怕你这有子，比如说黑棋这是活棋的情况下，这个打也要慎重。如果你不能长，那打有可能是俗手。对，长为什么不行呢？长一定要去看一下这地方有一个针子图，就这地方打完一压，这都属于这个比较常见的棋型。哎，这个一压现在我们发现了，就 A、B 两点见合。对对对，所以这个棋型的话在这局中经常会出现，是，嗯，这种断的形状，所以大家一定要对这个针子有防范的意识，要去看一眼的。这针子不利，所以肯定不能打这边。对，所以我是觉得有时候断，不能打的时候，就是打在二路是一个常用的手段啊。对。现在打了一下之后，黑棋在下尖。对。嗯，很能捞，反正这个小尖肯定是非常大的一个点吧。对，这个比较平稳的一种选择，其实我觉得，如果战斗的话，就继续爬，白的应该也不会吃回长吧？应该，这个倒是也可以战斗。嗯，所以这个二路打其实有的时候是一步好棋，就是说，他不是说把这个上面子让给你了，他只是把下边。自己多一些眼位之后再来战斗。这个主要这个棋形，因为你不打别人力是绝仙，这受不了太难受了，打不死可能只能打二路，也是为了眼位主要是。是爬完尖是战斗图，也其实也可以，也可以，这也搞也搞也搞不清、这个。但是你看，其实黑棋啊，杨鼎新他实战的下法，他是有自己的想法的。我是觉得先做活。对，我是觉得从一上来这整盘棋来说。杨鼎新有点抠着目下，其实跟这个整盘棋的策略是有关系的。嗯，还是想了一些对付申正旭的一些整体上的一些策略吧。嗯，我觉得他很能捞这个棋，是因为申正旭比较爱时，对他爱好时地，我感觉走完之后白的效率显得不是那么充分。对，白棋这些子有些太重复了啊。对。白的实战是加了力，嗯，加了力这个，我也不知道他这个落了一个后手这地方。对，其实这地方断一个是可以争先手的，但不太肯。嗯，争个先手不是可以把这吃了吗？这样怎么样？对他断一个是防黑棋，那搬过嘛？一手棋搬过。对，这地方肯定要走，不走搬过这受不了。所以他先断。对，我是觉得我第一感我是想到这个断，断是为了争先手，这样先手就防断防先手阻度了，就可以把这个棋筋给吃了，对吧？这样可以把这个夹死。但他实战没有这么选择，宁愿在这落了一个后手。
他觉得有点。有点损失地是不是？损肯定是稍微损点。这样的话，将来黑棋这一代有先手。对，也就立先手，这都不是先手，这也就立是先手。先手。那立我就挡嘛，甚至我还可以打了打上来。但他实战等于是加了立、那我觉得不就相当于黑棋挡一个，这个棋形是肯定比这个要好一些，但好。好的也不其实不是特别多，我是觉得，因为这样我还可以打了打上来嘛。嗯，总之在这里花了一手棋。我总感觉真先手是比较符合逻辑、比较简明的下法嘛，端一下把这个棋筋吃了。对，因为吃了这个棋筋之后呢，白棋不管效率确实可能不是特别高，但它很厚，那整体攻击这三颗子。嗯。这样的话战斗起来白棋肯定是占据主动的一方，对，因为白棋厚嘛。那这个落后手的话，主要这地方多了一个力之后，这两个字可能更轻了。其实现在也是一种判断啊，就是究竟是上面大还是这个实力大。对。对吧，白棋的申天旭的给出的答案是他觉得还是不肯损这个实力。他肯定是看见这个段的，他不是说这个他觉得这地方落后手。只一手棋。嗯。那么黑棋现在抢到一个先手之后，对，现在局部已经是活棋 了。对。所以现在黑棋下得非常的强硬。黑棋就可以出来战斗。对。这个棋筋其实还是挺重要的。嗯。这个黑的可以压出来跟白棋战斗。他现在不是说二路爬再尖了，他是直接在上面压过来，这个力度啊就更强了。这个白棋主要不是很好处理，因为这好像只能 管你不能长被压，这个头是肯定出不去的，在里边活、太危险了，哪怕能活这活的也太苦了，而且活完之后我们甚至于感觉这外面这个现在是孤棋。对呀、谁攻谁啊，因为黑的这铁后之后啊黑的这地方是再来一个，只要把这个连上，那白的这棋可能就完了。对，这个就不是世界决赛的这个。对，如果这么下的话，这棋可能一边倒了，这个白棋就只剩下被动挨打的份儿了。对，所以这棋只能管，但是管呢，我总觉得白棋也不是很舒服，管一个长，那这棋活的还是比较痛苦的。实战啊，白棋实战他得先跳一手，但这个棋为什么说他活得不舒服呢？他跳完之后不能接着走啊，不能再长了。他再长的话，黑的把这个粘上，那头出不去。局部做活的话，就会各种乱撞，那个各种里和外的交换很俗啊。对，刚才活和如果现在活和长其实是大同小异，是吧？反正就活得很难受，而且如果走个后手活，黑的再把这一走，这白棋全盘，然后这块虽然活了，这块开始跑，然后这个子也是孤棋，就要被黑棋缠绕进攻，黑棋就非常的厚，那这白棋就太被动了，所以不能长了，不能长。问题是他实战是打拔，但打拔的话，黑的这冲吃先手很舒服，所以整个这个棋来说，我是觉得。黑的要更流畅一些，对，顺风棋啊，现在前半盘。那黑的这挤一下其实是为了长气，挤一下之后呢，黑棋这个冲了吃这个太爽了，先手吃，这个太舒服了，这个。白棋是先尝了一下，尝一下正好被爬死了，这个然后就去做活，这没脾气，这个子。位置恰到好处，这感觉黑的很舒服。黑棋冲一下，这里然后这方立一手，对，这样子黑棋呢倒是需要补活是吧？脚上补活，对，补活，打一手，但是整体上这黑的活的比白棋大呀，然后黑的还先手把这吃了，这地方也是有收获的。白棋就三目棋是吧？这个角肯定是比白棋要大的，对，还大不少了。这个就不知道将来这怎么算了，这很有可能黑的算黑棋提先手，那就不小了，那这个小就挺不少目的。黑的有九目呢，黑的九目，然后这个吃这地方也有十目棋，而且关键现在黑棋白棋怎么来吃或者怎么进攻也是一个。
吃其实要选择这个棋吃可吃不见得不见得能吃掉是吗？不见得就吃了就一定好，有可能吃了不如不吃。比如说飞在这儿行不行？飞在这儿我也不知道黑的要不要活。这当然我觉得黑的想活是可以活的。这就也有点算不清，这得看看有没有比如说拖之后啊这个变化。我这棋拖了东岸行不行，或者拖了连班。东岸我也不知道行不行，连班便宜不便宜。就感觉白的确实很难受。对啊，这是好棋啊。感觉白棋效很灵活，白棋效率确实不高。这棋形为什么黑棋确实也有点想活了，就活完之后这方冲完这个子就在一个好位置，然后还点着你一个断点。就有时候吃还不如不吃。吃也吃不着也不舒服。嗯。所以这黑白棋是有一点难受的啊。这白棋效率现在我觉得这个布局像这样稍微是有点低。啊，实战他是选择的拆在这儿。拆一。对，拆一可能是应该是好点吧。刚才那个好像不是很舒服白棋。拆一的话这样他其实是保证了自己，他不光不说吃不吃黑棋了，他保证了自己的安全联络了。他二路有个跳过嘛，所以你走上面我就跳过了。那这个棋可能是比这个直接飞过来。这棋形有点奇怪，因为飞过来这棋形很奇怪，这冲一下之后很别扭这个形状。是。感觉自己这棋形确实有点怪，跳可能比较正义一些。嗯。这样的话如果说黑棋就是简单联络他。比如简单联络黑白棋就度过是吧，但问这个黑棋这一串呢肯定是没活嘛，对，还是一个孤棋。但问题是黑棋这地方也挺厚的，是孤棋，但是就一块其实也不是很怕。黑的肯定是有薄的地方，但是白棋这整串来说白棋这效率时控肯定是亏了点。白的应该是要亏了点，这效率胜率肯定是掉了。嗯，是黑的还先手嘛，实战黑棋下的还很积极，精益求精啊！他是身体，我觉得杨鼎新这个状态很好，很好是吧？状态好，这几天调的不错。这个适应手，问一下。这个好感觉啊，有点难受，白的。白棋有点麻。也没什么脾气吧？这个也只能沾是吧？忍了算了，只能忍了。反击的话，不见得便宜、就是。就没有怎么反击这里。你如果简单这种好像、我好像看他有推荐这个、点到这里这个我好乱啊，这样子下不出来敢吗这个我是没算清，而且我也不知道这个这是能不能算清楚这个算我是也没算清就感觉很这个倒是很凶，行不行不知道啊，我感觉人类很难不太敢，不太敢哈。嗯，因为这个征子首先是有利，黑棋有利，黑的有利。啊、那黑棋征子有利，白棋就有点，那你粘这个，那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打一打长过来就行了？都有可能。就黑的好像很轻啊，黑棋。对，就感觉这地方黑棋的选择会丰富一些。是，都可以。白的好像压力比较大。实战还是沾上算了，深蹲去想想，还是慢慢来吧，还早。慢慢这棋就算黑棋优势啊好一点，这其实战线还很长。哎，那现在黑棋等于相当于先手刺掉了以后，肯定是再回来。那这两步棋，它主要是对外面的出头各方面有帮助，总是便宜的，头会顺畅很多。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这种细节哈，一点一点的。去占点便宜、对之后的战斗肯定有帮助。对，这还是比较细腻的。然后接下来黑棋脱先了。黑棋脱先。黑棋现在选择占大场，它是挂角。对，就整体上来看，黑的速度要快一些。因为这里毕竟点到了。点到你现在跳过，我这冲了棋肯定是绝先了。那黑的这块棋脚上有九目，你这两块加起来可能是跟我这块脚差不多，对吧？从目数上来说嘛，你这块大概五六目嘛，这两块大概抵我跟我这个脚差不多。上面这块也不小。那我这块，就外面明显黑的占优呀。一个这边
这边我还比你多一手啊，你现在就我是这拿掉这嘛，就手术一样了，对吧？那我们就看嘛，现在这一人两手棋应该是差不多的，一人占了个角，我守个角，你逼我嘛，嗯，这是拿掉，然后黑棋是多了一块这个，就这块对这个子，那优势大了呀，那当然天幕嘛，对，加上天幕，对，跟天幕没关系啊，其实。因为现在还该我下呀，还该你下哦、场面手术相等，你不能把天幕给我刨去了，那你不是让先下了吗？天幕是场外因素，跟我局面没关系。好，就是我这个就是优势嘛，我现在这个幕跟你这个底了、嗯，我们就看这半盘就行了，那边手术一样。嗯，那黑的这个优势很明显，但是就是说黑的这块其实是一个负担，对对对，这个肯定是一个要扣幕的，减分项，对对对，但是呢，这个减分项我觉得不足以减掉这个优势。所以现在的形势判断可以说是黑棋应该是比较不错的。是的，哎，杨鼎新，我们在前半盘是取得一定的优势，可以这么说。对对，这布局还是很成功的。好，接下来这个占大场。但这个局面还早啊，还有大半个棋盘，非常的广阔。嗯，这个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毕竟这个申真旭哈，韩国第一人。对，现在是，而且申真旭去年啊，就2022年成绩特别好，嗯，进了四项世界比赛的决赛，拿了几个了？这个、已经拿了，这个春兰杯也拿到了。他现在是两个世界冠军吧？他现在两个，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 LG 杯，第二个就是春兰杯。然后又不是说我们进了四项比赛嘛、嗯嗯？然后另外一项是三星杯输给了同胞这个朴廷桓、嗯。对对对。然后有两项、嗯，一项是今天这个 LG， 还有一个英式杯是对我们这个谢科还没有下。对，所以已经决出的两项是一胜一负，对，一冠一亚，嗯，剩下还有两项，我们看的就是其中一项，对。对，申真旭当然去年是成绩最好的一个棋手，嗯，他也是韩国这个叫 MVP、嗯、是吧？他们刚刚这个韩国大奖，嗯。当然，他这个之前我看他基本上一上来布局就会领先，然后占据优势。嗯，然后后面又基本上很稳定，不犯什么大的错误，所以就胜率特别高。那这盘棋来看的话，这个布局至少杨鼎新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是，这好事啊。至少在申真旭，我觉得大家会觉得他最强的这个布局方面，嗯，不光没有占下风，可能还取得了一定的优势。对，这个我感觉今天这状态确实很好。哎，对，而且就看黑棋这个前面下的基本上。没问题，没有什么失误，对吧？很积极，就黑从棋的感觉上来说，效率啊，包括这整个进程，黑棋会明显积极主动了。其实申真旭，我们现在虽然说很强哈、嗯，说他很强，但是绝对不是说那种不可战胜。嗯、这个在这个就是、元旦期间，对，就是网上一个比赛是吧？就是野狐的一个争霸赛，申真旭输给王星浩，王星浩对这个决赛三番棋也是王星浩2-1这个击败了申真旭，夺得了这个野狐争霸赛。嗯，哎，是野狐争霸赛吗？不是，那也是世界冠军啊，腾讯一个网络赛，对，奖金很高啊。那个比赛也是含金量很高的，很高。就虽然是网络比赛，也算是世界比赛，可以这么算。虽然它不是那个计算等级分那种比赛，嗯、但实际上大棋手们对它的重视程度也是很高的，都大家都参加了，对、基本上云集了这个当今的好手，对。对所以说我们这个你看王星浩是04年的，嗯，对吧？所以我们这个我们的后浪也是很厉害的，嗯、对对对。好，我们还是回过来看这盘棋啊。现在黑棋挂角，白棋拆。嗯，白棋拆二。对，还是很稳的，也不着急，这个还是慢慢来。这步靠，这步靠也很有意思啊。对，这步靠，我觉得倒是整个就反映出今天的竞技状态。杨鼎新是比较积极的，哎，申真旭好像偏求稳。对，然后那种拆二啊，这个一些下法。嗯，感觉是不是有点这个怎么说呢，上手的感觉呢？有点保，感觉稍微有点保守，是冲击的那种姿态、是不是？对，但是就整体上给我的感觉就是偏慢、效率可能稍微低了那么一点。有的时候就说稳健这个事儿吧、也是双刃剑，是吧？对，
就是你好一点的话说是稳，对，如果说不太好的一方面就是有点保守，对，所以骑就是要掌握好这个分寸，是的，就是咱们骑友经常下棋说哎呀我就有时候下得过分了，有时候又下得太缓了这个怎么去衡量这个每手棋的这个分寸，对，这个其实这也是很难的，对，对吧，这个掌握好分寸是进攻啊保还是防守啊，这个是更积极一点还是更稳妥一点，这个只能根据当时的情况。对，那杨鼎新我觉得今天这个战略很清楚，就是冲。对，而且他冲的也是很有分寸的，对，是吧？黑棋，你看这种点啊什么的。对，像顶尖高手来说，他虽然说他的整体的战略可能是偏积极要去拼搏，但是棋肯定还是在合理范围内，不是那种乱打乱冲的，那肯定不行。是，嗯，还是非常合理的范围。是，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开工之后大家看的第一场大赛啊、这个棋很精彩，对，那、我们今天看棋的棋友们也是可以保下眼福，是吧、好，看看他这个是应该是搬到二路哦，他是先尝了一下，先啊，这先尝一下，这尝一个他怕将来尝不到了，万一啊发生了剧烈的战斗的话，怕尝不到了。但是尝一下有没有损的可能？他将来肯定是想用外面，哦、他就觉得就该这么定型嘛，因为这样的话外面点啊各种先手特别多，确保将来的先手。他不太可能考虑下面的目数，这样那不太会，肯定是外面的子儿很重要。尝了之后二路搬，然后黑棋现在脱先了。嗯，点三三，捞啊，继续捞、啊，继续捞。哎，那这个靠一下，看上去适应手也是适应手，看上去也不太会亏。嗯，先问问你怎么想。他现在就是留着嘛，以后他还没决定将来是搬这个还是搬这个，反正也不着急，你也不太会来吃我一个，太慢了。嗯，你不能再这么慢慢的再下了，慢悠悠的。对，所以黑的也不怕白棋。先保留着看看，对，先碰一个放在这儿，哎、这挺有意思的。然后点的时候，现在白棋也是两档，是吧？怎么选？实战是选的档这边。嗯，哎，他这个可能也跟这碰有关系。嗯，因为你现在档这边，我爬出来这局部，你如果长，对，我们会下成这样的一个定式吧，就算是白棋爬一个。白棋爬，对，爬我现在就跳出。那正常定式呢，可能会下成这个样子。那这个样子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下黑的肯定便宜了。对，那本来这个棋没什么头绪，我这碰你往二路搬。现在如果怎么着黑的都便宜、如果说已经下成这个定式的话，黑棋再碰，那白棋那肯定走上面，一定是走在外边的。黑的不敢碰了就，黑的可能只能尖冲啊，或者是这碰上面算了。哦，这肯定是过分的，但是这样我先靠一个碰到肯定便宜了，这你效率就更低了。是，这个时机真的是拿捏得很好，所以白棋可能也不太能挡这边了。所以实战白棋是选择的挡在外边，挡外边吧，这棋。爬过来。好，那这样的话呢，黑棋就把角捞了。现在实控上黑棋占有一定的优势。那白棋也得想办法，因为白棋现在如果说稳健点，什么拆一个之类的，黑的是不是简单的守一守啊？这棋白的实控有不足的这个危险，有可能，所以白棋不能说太保守的，双方相安无事的进行下去，白棋要去找点战斗，因为这棋呢，白棋还是比较厚的，黑棋虽然实控占优啊，但是这个地方，白棋有一些借用。对，白棋外面会比想象中的要多几个子儿。对。然后外面这棋都比较厚，所以白棋要想办法去挑起战斗。对。那挑起战斗呢，比较容易想到的就两种方式，一个是攻这块棋。一个是这个角上。那攻这块棋呢，一时半会儿没有特别好的一种整体的攻法，很容易落空。因为黑色这棋形看上去比较有弹性啊。是。就是现在白棋如果想要攻击的话，
他要达到一定的这个目的，是吧？现在看起来很迷茫，很迷茫，不好攻。你首先吃不掉，吃不掉。那么你攻的时候，你的方向在哪里？因为方向的话，如果你从这儿往那儿攻，人家两步就到家了，就回去了。那你太无聊，也攻不着。你如果从这个方向攻过来，对，好像。但是你这个方向就有点腻。因为你这个方向你杀不了我的话，你这个本身攻击你走的再多再厚，它没价值。是因为你朝着黑棋这地方子儿多了，本身就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是，所以我们其实先放着。对，其实我们爱好者也是，就是当要攻击的时候，也要先问问自己，我攻击的目的是什么？对，一定要分清楚，攻击不等于吃棋。对，你要能一攻就把它吃掉，那不叫攻了，那叫杀棋。那你也想想，我如果没杀掉怎么办？对，我没杀掉，我这一串攻击，因为你如果没杀掉，你一定要看看我的收获是什么。我不能走半天之后，不要冲动，我目都不带长的，那只是在帮对方治孤，那没有意义。所以现在黑白棋呢也没有说马上就来进攻这边棋，他也没有自补，我们也说补一个可能稍微有点缓，因为形势不允许，可能是白棋现在是直接靠上来，靠也是和这个词其实是这都属于定式了，其实是相关联的啊，大家都知道这其实挺常见的。嗯，当然了，由于周围现在白棋厚，黑棋的相对来说黑棋的硬法可能也得变一下。这一靠的话，就从局部来说，是不是黑棋是有几种下班？黑棋本来正常是下班跟搬这个或者搬这个，对对对，都有。对，但现在两个搬整体上来看，黑的可能不太合适去跟白棋做更多的纠缠。在这地方，粘，让我尝一下。对，正常来说的话是这局部定式是这样的。这里接下来是。就跳一跳，但这个棋白棋有配合，这个战斗起来黑的就显得有点勉强了。其实这样的可能白棋是比较欢迎的，你这边又多一块孤棋出来。对对对，就是两块，有可能被缠绕了。对，有点打架。反正这黑棋，除非他，这不见得行。这有可能这三个子走重了，对，是吧？主要还是配合问题吧。周围黑棋都没有接应，白棋都有子儿。对，所以实战黑棋呢，还是没有选择搬外面。搬外面的话，现在是不是考虑到一个争子问题？这个是吗？搬这个，你打了粘，也是，当然也是种定式。争子，争子白棋，因为它这可以哦，对，有这个。肯定是引到了，对，他这个都是绝仙，这个你不能让我出来吧，因为出来这脚上都没活。这个太厉害，这不行，这个是有点硬。那我只要走一下，我贞子就有利了。是，所以贞子白棋有利的话，一旦这地方走厚了，这块棋确实是还是薄位，还是比较明显。所以黑棋实战，我觉得策略是非常准确的啊，不要做过多的纠缠在局部。他就是很冷静的啊，这个淡淡的一长，你看。基本跟你发生什么纠缠？对对 对, 对，局部求一个简明，因为局部子儿少，做一些交换，白的就没那么厚，没那么厚了，这块棋的处境相对来说安全。黑棋其实还是一直在照顾他的。是的。啊，接下来黑棋，就这里，这里如果就联络也，比较稳，但感觉有点慢。那么他实战下法比较积极，现在打这总是堂堂正正一个大场了。是，对。虽然我们说黑棋实控挺多的，形势可能不错，但是这些该战斗的地方有，他觉得合理啊，这也不能缩手缩脚，还是要勇敢去夹击的。那么你没有拐他就贴下来了。对，这样的话还是得战斗。要战斗，接下来又是挖。这里就必然是要有一场战斗了，是吧？你在这个不能从上面打。打上面的话，可能确实就没战斗了。有点委屈，感觉上。白的没什么意思呀。又退了，相当于又退了一步。就这样，黑棋能接受，就给你就算了。这肯定是比黑棋单长要好。那好多了，就挖一下破坏了白棋的棋形，是，这白棋变软了。所以白棋呢也觉得不能再忍了哈，对，从下面打。对，这个就啊，这里搬，这好像都挺必然的。搬呢就是就这两个子又防这个打吃。
对，只此一手嘛，打吃。这个粘，打，尤其打了爬做活。嗯，下到这儿都挺必然的，这长应该也得长，因为这白棋虎是绝仙，受不了。这太大了。你这个受不了，这个还是得长。要长。这地方如果靠下去的话，这是个打劫吧？局部。局部。局部是不是这样？这局部是个劫针。嗯，打这个是吧？劫针的话，黑的没有明显的劫财，好像。这边这个这两个劫，这是怎么？主要这个劫白的先提，你这好像有点花了。这边提你好像找不到两个特别大的地方，所以黑棋这个劫目前来说可能是打不起。可能劫财上面啊，不是很对，白棋还有本身劫嘛，这扑打一下扑一下，我还有两枚本身劫，所以黑的怎么着这一劫都打不赢的。只能说先保留一下。嗯，那留着这地方。现在直接来走的话可能是不太，所以还得长，这不能被虎，这太大了。这个太大了。这个是个先手太大了。对 对, 对，这个相当于一个逆收是吧，逆收，对，逆收目数巨大，主要跟后保也有一定的关系。这个、嗯、这个是不能放过。对对 对, 对，这好，接下来。白棋拆一。对，白棋继续拆一。嗯。好，黑棋又来了，又来了，又来这个点。因为他刚才看我一点，你挺乖的嘛，那再来刺一下。应该你还是得乖乖的吧？神真去说是的，我就挺乖的。你看这上面一次粘住了，这边一次粘住是吧？还包括这边靠，哎，确实是感觉黑棋今天下的啊，其实挺放得开的。对对，这种小细节还是挺抓住的，就没事挠你一下，还是挠到了。这杨鼎新和申真旭他们之前呢也是交手挺多的，嗯，但是这个比分是杨鼎新稍微领先一点，7-5。嗯，当然这个7-5，他的很多那个胜就是他的胜局是很早之前的了，嗯，因为杨鼎新是98年出生嘛，嗯，比申真旭要大这个将近2岁，所以前些年呢这个年龄优势还是挺明显的，嗯，还是杨鼎新要占据上风，嗯，但是去年好像嗯。三盘棋都是申真旭获胜了，所以对杨鼎新来说，哦，这也是要扳头的一战是吧？去年我知道，我记得之前杨鼎新围甲联赛还赢了申真旭一盘，去年吗？反正我好像印象不是很久。对，去年三盘好像，因为那盘棋最近三盘棋都没赢，最近三盘都输了，嗯，那可能三盘之前那一盘。对，但从你看从招法上来看，我觉得黑棋下的还是很有朝气的。黑棋下的相当好，这棋我觉得杨鼎新，嗯，至少到目前为止看不出任何的问题，棋很流畅。好，现在他是尖过来，嗯，你看黑，白的飞出，飞出，对，这个要分段，嗯，是吧？他如果不飞，不飞走什么呢？主要这棋在补吗？这个我觉得是不是这种压一压过来？压是绝仙嘛，那不靠死了吗？这个压是不是有没有什么棋了？是这，如果你真就走，你要交换的，我是不是再过来？活倒是能活着，不好意思，就要从这个二路兼过是吧？这个目数啊，眼位啊，这受不了，这个是完全受不了。因为刚才我们说黑棋是稍微薄一些的，对，如果外面有些先手，那它这个后薄啊，这后薄就不一样了。对，如果白的一时抓不住的话，因为白的这三个子现在。也是个负担，嗯，也还是这个飞还是有必要的，是吧？那飞其实也很拼，这个棋形它自己其实也挺怪的，嗯，这还是感觉没解决什么问题。刚才说这靠有点怪，我这拐先手的话，我这靠是怎么个弄法？那这里他怎么补呢？你说他难受啊，不好补是吧？他，嗯，这个没有心情，所以其实可能这个拆一啊，不知道是不是尖一个好一点哦。他一直被挠一下，挠的有点低，又被这个黑棋拿捏住了，是吧？坚毅的，我感觉上看上去更正义一些。嗯，这个棋形更厚、坚实，更厚，好像黑的就没那么好处理。这个实战这被点一下，确实挺舒服，确实是不知道怎么办。头。
头就一下子好像被摁了一下。主要黑棋下得很清灵，是吧？又是可期可取这三个字，回头你要吃我不要了也就不要了。下得好。那白的这味道就整体上来看，就整个的感觉白棋的味道稍微有点别扭，下的自己我估计也能感受到其实挺别扭的。那么黑棋呢也是先没有马上动啊，他先把上面这个尝。有点被黑棋牵着鼻子走的感觉，虽然这棋差距可能也不大，黑棋占据着一些微弱的优势吧，但这个整个行棋的方向感觉黑棋完全是主导性的。这样的话黑棋这个头是不是还在？黑棋很厚嘛，这手棋反正一本身它局部肯定是有一定的价值，二是把自己走厚，然后这三个白棋就显得越来越薄了，而且黑棋也照顾着外面。这里如果黑白棋再走，是不是就是再走？当然也很大，是吧？这大归大，大归大，问题是，你走越多越显得重复。对，你走，然后我这样顶你，你怎么办？我是有点难受，我不知道是长上面还是立下面。长上面，长上面这个将来拐有可能是先手。拐这还有点，或者说哪怕我就搬粘你这个棋的子效成问题。所以反正现在先刺了一个，这是你权利，就刺了之后不挣扎，下面没走了，从二路飞过。这好像已经也不能说白棋占有攻势了，白的也开始要防守了。二路飞飞只能说飞，也不能说飞过吧，这过了吧，没完全过。当然黑的也不能顽强的去这个分段白棋了。要分段只能走这个，只能走这个，走这个确实有点怪。你冲我只能挡，然后扳断。断的话就有一个扑完，这冲断，对，气有点紧。但呢，也就是说白棋其实黑棋要发狠，白棋没连上啊，欠着的还是欠着，还是对，就跟这里啊，还稍微欠着一点味道。白棋，黑棋马上就动了，你看，现在马上就来问你怎么，问你下一手。给一个选择是吧？要你如果煎过的话，不可能煎过，煎过受不了，这受不了是吧？晚了。问题是现在煎，暂时算你过了吧？这煎过肯定受不了，这还没有完全过，主要是我外面多个子，我这冲先生我不立下去了，也没过呀，还没过。这应该受不了，这只能挖吧。挖的话黑棋暂时来说是直接来肯定是不行。直接来他就挤就行了吧，是吧？他挤这个就行了。你倒是先打再挤，便宜个劫财啊。好。你先挤不是。你先挤再打我提劫呢。你这样不是白的先提劫吗？不是，我先挤你走哪个？粘啊。啊，打我棋啊！你不得找劫去了吗？你这样不是你先提劫吗？这个黑的好像没把握吧？是，马上开劫是吧？也没必要啊，没必要，没必要啊，没必要把这个棋下到这个程度啊！他是黑棋下的很灵活，他先拐，问问你应手，这下一手要靠是吧？你怎么补？这我感觉是只能搬嘛，只能搬，这个是不行呀，文琴，这个要这个长了一口气，对啊，这长了口气，所以你这个肯定不行，所以不是只能搬吗？只能搬，把这口气收住，但是是不是被黑棋这么搬过来，再压你也是，太难受了啊！这里要这个头能被打一下吗？这三个可能不能要了吧？这给你。跟你拼，我再冲你不要了，跟你拼了。你这个搞不清，感觉确实就整体感觉白棋是别扭，白棋是有点别扭，那也是黑棋下的好，他搬确实被黑棋压的别扭，但他不要了。他实战呢，白棋这个时候黑棋挖黑棋拐的时候，白棋看看啊，挡住了，气了，他不要了。这个黑棋太愉快了，笑纳。不要了。这三个子
旗筋就被黑棋吃掉了。对，当然了，他这个靠他觉得你也没少损，但白的这地方旗筋很挺拔，也很舒服。但是整体上来看，黑棋是解决了一个大的负担啊。这三个后吃掉，对，这现在这边是没有负担了。嗯。那么黑目数上来说，应该是黑棋也不错，是吧？目数肯定是黑小，这棋如果黑棋目数不好，黑的可能就劣势了，就不好下了。现在就是说，白棋全盘还是要厚一些，要厚一些。对，白的还是这块和这块。对，白棋两块还是占有着主动，但是目数肯定是黑的，应该是明显占优。这实地黑的可能盘面十目朝上吧。那么对白棋来说啊，现在这个局面下，现在目数是。不太好，稍差，嗯，他的这个目标呢，当然就是这块一块两块这块棋，这两块棋看看怎么样进攻，是不是获利？也不是很好攻吧，这块棋，这个棋形可以说相当的结实，主要你对，关键是我们说你这东西，刚才说还想着要把它分段了，所以外面这一带其实是有一些先手的，肯定你这不能无视这个分段的存在，我这子多了之后你冲段要是不严厉我就直接来了呀。或者说其实这块棋不能算太薄。但是这块棋的话我子都到这儿了，我不是感觉离家也很近吗？就将来白棋这里是要走的顶、我就冲。我不见得是冲，冲被你打位我可能顶一个算了。顶这个哈。冲的话你打一下。对，打的时候我觉得我也是顶住。我是你是顶住，但那我就顶着吧，有可能我顶着，可能其实也不一定顶你吧，也难说。你要我再粘上，那相当就相当于打的时候是冲好还是粘？那肯定还是冲好。冲好啊！你粘再被挡一下，那我还是挡住了。对，那还是这样。将来可以看作是这样的一个形状。对，那将来上面有打的，那离家也近，嗯，问题不大。不，你这东西是不是也没活干净？就是说将来黑棋冲了之后，这个里边的眼位、啊、往里走走，你这也没活呀，是。黑的不是很担心，我觉得这局面，就看看白棋有什么办法吧。这个棋我是觉得黑的，虽然看起来两块孤棋，但是还好，处境还可以。前半盘黑棋应该还是积累了一定的优势啊。好，是这样黑，白棋是飞过来的，那就是。开始攻吗？因为这个我们之前说保留不知道该怎么攻，那现在你再保留你也没事干了，走完了。大厂基本上都走完了。对、啊、要不你就别攻了，他说不攻又不好意思。不攻目数不是说不太好吗？对，攻攻看吧。攻一攻看。嗯，这个地方其实有点胜负处的感觉的，靠完一段。这个地方确实也得小心这黑棋。啊，靠了段。有点胜负处的感觉了，是这样，黑棋是打了一贴，这是最狠的下法了。对，打完贴这个肯定是最狠的。这样的话，就这里要回家是吧？然后或者从这里冲出去。对，把黑棋活肯定是没有问题，其实白棋也是知道不可能靠这个就吃了黑棋，就是通过这个定型能不能获点利益。黑棋就是，黑棋下的也是简单，他就是冲出去了。是是是，这样就顺利回家了，是吧？这块棋已经顺利回家。这块棋多少还欠着一手棋，但暂时脱先问题不大。但是你说回家还没有完全连好吗？就是如果再补一手是啊，那肯定回家了。再补一手肯定是。现在马上补是不是有点？其实也还好。这你能把我给？吃了我觉得不太行，那黑的其实也不着急现在回家嘛。你说这里欠一手棋，白棋如果要走的话是怎么分段呢？怎么走的话飞呗。这样黑棋是不是都快活了呀？我就吃这个冲，我可以顶你。顶我，那我粘上你懂，我再跳出去。那是我暂时肯定拿你没办法呀，我只是说就是有分段手段，这不是外面多点先手吗？比如说我这种地方有先手味道。嗯，那时候其实黑棋，哎，这有一个，这有个段啊。你要蒸，活蒸是吧？啊，端完蒸呀。活蒸。这个很现实啊。
我看看啊，跑打打打，对，跑跑跑。就暂时来说，黑的倒也还是不怕。比如说这个啊，但这个就说白棋外面这地方全是先手。嗯，而且这个活真是有便宜的呀。提掉。哪怕我粘上我这一串，我感觉我也是有便宜的地方。就说如果说现在倒是黑的还是不怕，对，你走这个我是能回去的。也就是说有这个手段的话，我们刚才可以看到白棋在这一带都是先手，嗯，我尖这个都是先手，对，或者这外面多子都是先手，对，所以这地方早晚都是要补的，对方还是欠着欠着这个还是要防的，欠一手棋，这得防，对。你不能放着这一带白棋有各种隐形先手去外面继续瞎战斗。他现在黑棋是暂时还可以脱先，暂时就撑一下，暂时撑一下。对，那这个真子图我觉得倒是挺现实，要防白棋补了，那你就得补了，你慢慢被我真死。刚才一样，刚才就这个活征，他等于补在这儿了。对，你再不注意，你现在一段已经死了，段万一打死了，要补，这个还是要补的。对对，所以这个，但是这样的话，这两手棋应该便宜了，就是因为他直接补的话，他是担心白棋可能有这种东西。哎，直接给你来狠的是吧？对，这个上手段了。他这两手棋的话，就缓和了很多了，啊，这样的个，因为这个出头相当于自己又家里刀是吧？这个棋，我觉得这个白棋想攻黑棋。这是没什么太大的可能性，我觉得黑的还是很好处理的，还是就看通过攻击能不能稍微啊刮一点点目数，就，因为这实地黑的优势，但我觉得优势倒也不是很大的那种，嗯嗯，还是有的收的，嗯，但黑棋好肯定是黑棋好啊，嗯，我看看啊，接下来他是攻在这里。攻这个，还是要攻。其实这种都，我觉得已经有点勉强了。其实自己啊，白棋自己啊，对，有可能，我都感觉有点不是很讲道理，有点对。这黑的能怕白棋这个攻击？我觉得白棋自己，但白棋现在不攻的话，实地是要差一些，对，要差一些的。实地的话，这种就不知道，如果这将来再被黑棋先手把脚一顶，这可能失控就。其实这种棋都是有一些，其实有一些过分了，是吧？我觉得有点算是拼了吧。我觉得作为白棋来说，申真旭这个应该是挺拼的一手。但是对黑棋这怎么攻啊？这确定能攻出个先手？比较好处理。这个要求跑是吧？你得硬，他现在上面交换也是。那这都是很扎实的，这主要还有一点补后自己联络的好处，眼形也很丰富啊。这种尖的棋形最容易做眼了。嗯，啊，这是白棋的权利，这个靠什么都给你。那问题是，接下来怎么办？接下来这个时控，白棋现在全盘的目数确实是少了点。白棋看看白棋的目啊。15目这块棋 ,16。这地方也很软。这点几目?6、7目。你这里点他7目啊。那我算你先手呀。啊，对。点7目反正也。多了点。可以就算7目吧。耳朵22。那25目棋，全盘大概30出头吧。上面。啊，咱把这棋了，大概37、8目。的样子，37、8目，哎呀，真的不到40目，那肯定到不了。那么黑棋，因为这9目，9目，这个角，哦，这还再有三个子在里面，这算你破一下，嗯，1、2、3、4、5、6，10目棋吧，嗯，点的比较保守，给黑棋19，这块棋10目，29，加上这个角，你这点10目，嗯，这角，一共15目，啊，15目。19+15=34。44。44。45目棋总是有的。嗯。给黑棋其实点的很保守。黑的肯定是保守了，白的不，黑的还有各种暗目，这种地方都是目，这个。就完全不算黑棋的长目的地方，这个已经目数不差了，是吧？
肯定是黑的好，这点这点实木也保守了点。我现在觉得中间到底谁薄谁厚啊？不见得是白棋在攻黑棋吧？我觉得不见得是。这个如果说我们看成这个角黑的先手可以飞一下点一下，这其实肯定不止十五。十五目点太保守了，我们是算白棋走过来。对，空白的肯定是不好守。而现在还要这个要长，白棋要补，他是先尖了一手，黑棋。进出来，这不补怎么攻啊？这不补没法攻啊，这只能补啊。就是刚才说这棋白棋真的不比黑棋厚，你这不能太过分了。只能这样吧，这棋弃掉吧。本手。现在黑棋要冲击白棋了。我感觉这棋白棋。对呀、啊，中间你说现在真的不好说是白棋在攻黑啊。哎呀。有可能黑棋要长母，不，我感觉白棋这个下的有点过了。这盘棋黑棋啊，杨锦新真的发挥的非常好，是吧？是黑棋发挥肯定是挺好的，但白棋感觉下的确实有点别扭。确实还没有走出自己的那种路子，感觉上有点被黑棋牵着鼻子走。从战略上来说，我觉得这盘棋是杨锦新的这个好局成功了。之前的备战啊，或者说这个从布局的构思上来说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是，所以这盘棋现在看起来还是很有希望拿下一个开门红的，是不是啊？希望大大的。哎、好的，那我们这个也到了中场休息时间了，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回来。天元围棋天元公众号，加入成为天元围棋会员吧。好的。欢迎回来。那么棋局现在进行到中盘啊，现在应该说黑棋的形势是一片大好，是吧？对。就看怎么样把这个稳稳的给它拿下，是不是？守住。开门红。好的，我们接下来继续看啊，刚才是说到贴。贴、哎、黑有点要反攻的意思。对。刚才白棋从这里攻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有点过。不好说谁攻谁啊。真的有点过分。你看白黑棋现在稍微做两手准备之后，现在贴起来。白棋搬，长，这个长白的就很麻呀，这棋。要度过只能尖，别的过不去。对，但尖这个气，感觉不太对，软软的。又给白棋断了。这个白的好像这棋形有点问题。这个黑棋感觉。放开手脚了，活动开了。对，因为确实是可行了，这一棋也不是很复杂的计算。这一段现在我觉得是不是攻手已经，谁在攻谁？肯定是黑的在攻白的呀。这个白的现在没有资格跟黑棋说对攻嘛。白的这个这一段子，主要这里边的太薄了，气太奇怪了。这个气接好像是接的贵吗？你说接这个不是，我说这肯定得走嘛，对，它长了，那这接还接的龟吗？这棋接的龟，接不龟，接好像接的龟，那接的龟太难受。我看看啊，就算全能连回去，能连是能连的，能勉强回去是吧？对，我先铺是好次序，对，先铺好棋，因为铺晚了有可能被粘。这个是，那再挤这个，对，挤这个，这连各种铺啊。因为还只能粘，是不是？这命令型啊，我再扑你。这都是命令型。然后就这棋黑棋是走哪个倒有点。我看是不是要跨一下？没有。跨不到吧？啊，对对，跨。跨被我走外边了是吧？跨你吃这个是吧？跨不到。我如果要跨。你应该早跨。但是现在被一打吃有点，但是现在跨不到。他如果能交换掉，那已经是接不归了。接的归也接的归，接的归。但你跨两下确实应该不亏。肯定是。但是现在跨不到了。可以打吃。对，现在是跨不到了。你不敢粘了。但因为你之前粘一挤，这个出事儿了。对。但他之前确实也不好跨。之前什么时候跨呀、啊？之前跨完如果走，我粘在外面，这下扑不到了。跨不到，这下就是跨不到。早跨也不行，就直接收气。对，他还收在这儿，就是这棋如果收外边的话，他担心白棋拐进去，白棋拐一路，把这个目数要
收住哈。这不光是木梳，还有眼位啊，这个而且都是白的。如果拐你只能猴的话，再被人爬，这个。那总是收这儿。对，总是收这个。但收这儿，这外面出现点变化。不，这个。然后黑棋，白棋是挤这里。对，挤就是在连嘛。嗯。现在黑棋再挤气。嗯。这个如果你说黑白棋如果要连落的话，这么粘回去，但是收不了了可能。像白在中间补哪个？就这么补。这一串收完木可能就不够。这个已经是。铁活了，这挖粘头先手。活总是活，挖将来挖想挖了倒就挖了倒吧。对，那这几个白子怎么办？是吧？连只能自己连回去。对你连，然后我再走走。嗯，就这黑的把这走到对，白的木就不够了。这样黑棋，我们刚才说两块孤棋，现在这边已经顺利连回去了，这里已经是对。刚才我们这给黑棋点目就点了十目棋啊，现在这两块棋加起来十五目肯定朝上啊。嗯，那白的不是也一目没长吗？而且你白棋要是连的话，我还有把这个角收掉。对，而且连呢，可能还有点搜刮。对，嗯，黑的把角上收掉，中间一活目可能白的就不太够。所以说这里如果黑白棋就这么。白的保守的联络的话，好像也难以争胜负。对，白的就拼了吧。拼了，对。倒也不是说拼了就一定好，只能说拼了可能棋盘会变大。是。看看啊，还原一下。挡的时候挤粘。对。嗯。白的打吃，主动选择弃子。对，这一打的话，这一二三四五六，这六个子就十二目，十二目弃掉。弃掉。因为十二目棋换来一个打断，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对的，这个肯定是比连上要好得多。嗯，这样的话还能去拼搏啊。对，因为本身十二目可能就没有外面这个大，这样白的这地方多少还能吃两目，而且主要是变厚了嘛。嗯，这个比那个好。就说从单纯目数来说，可能也这样。也肯定这个好，肯定好。但这个棋确实好像怎么吃了一个，也没完全连上。就将来这地方打你得棋吧。嗯，我再一尝。一尝还是这里有断，还有这里有个打吃。那也太难受了吧？这将来不会还要再补一个吧？哎呀，难过。啊，这打了一尝吐了呀！像将来，那黑的先可以留一留，倒也不着急。嗯，这个啊，我看他说现在。打吃的时候黑棋飞，就下到这个时候时间的黑棋还有八分钟，白棋还有二十分钟，就是还没啊，还没读秒，还没读秒，就三小时的棋啊，早上九点钟开始比赛。对，如果说中间没有休息啊，嗯，全用完六个小时，六个小时再加上读秒，对，三点是六个小时用完，六七个小时，对，现在三点正常六七个小时的样子啊，这在这个现代的棋战中算是。比较长的这个对比较长的对，那么这个 LG 杯冠军奖金是三亿韩元，是吧？亚军一亿韩元，三亿韩元是和人民币大概180万，现在韩元是不是跌了一点？不知道现在是多少钱。嗯，也是这个高额的奖金。嗯，这三盘棋第一局其实每局都很重要，是吧？啊，对，那一共三盘，但是第一盘一个气势啊，看门红的话呢，确实是不一样。很开心，也希望这个杨鼎新能够借我们这个女足的精神，是不是啊？对，最近这两天感觉中国各方面这成绩都非常好，都很不错啊。看冬奥会也是那个苏华。对，好像看昨天冰球，中国也赢了日本，女足也赢了，对，很脾气。对，但除了前两天男足就不说，其他感觉，其他可能各方面中国成绩都非常好。咱们围棋希望也是来个开门红。是是是，飞这个，我看看白棋是，哎，白棋下哪儿了？白的这对吧？这他是在补呀，他就这个打了一长受不了。那这还是比较高效的，算是一种防守吧。对，打一下不亏，打掉嘛。
点在这儿，威胁这有个几段，然后团，团也是在补段，对，把自己这个连上。我确实白棋这个下法比刚才那个连回来要好多了。对，但是确实这还得走，还有依然有这个长一个受不了，白的可能还得去冲着吃这个把这个守住、就是。而且就算你吃到这儿也没补住，是吧？哎，吃到这儿补住了。不，我冲这个吃，冲这个吃，这我干嘛不多吃点儿？你多吃点，那多吃点，反正也是这样。你吃，反正我这先捞个十二目，这个捞住了。你吃，你落个后手，黑的先手，外面定定型。这棋优势，我感觉啊，盘十应该是至少吧，那不太止的样子。确实是，白棋现在想要翻盘，其实是挺有难度的啊。但是黑棋也不要大意，这越是到这个时候，越要冷静。不过其实我感觉也倒也没什么翻盘点在哪里。黑棋这棋除非就突然把自己给吓死了，这个打勺是吧，这个怎么死的，这我感觉黑的越来越厚了。对，这怎么是，确实是，这怎么不好吃不好死，死是死不了了，这个它现在长这木，但是你说这个哇，这黑棋下得很厚啊，你看黑棋白棋爬，黑棋就长，黑棋也是冷静的。这都是你的，都是你的，全是你的，你这都还是在补啊。对，补了，冲过来。这长确实够冷静的呀。这不想先尝一下这个吗？这个，我怎么感觉有一种引起不闹事的感觉，是吗？我怎么感觉尝这个白的，这是怎么白的要搬这个？他现在敢不敢尝？这为什么不敢尝呢？尝的话，首先这里是一个打劫，对吧？不，我你走我就跟着你硬呗。我你这还要怎么弄啊？你这要冲断我吗？我冲断，我冲，打断你。粘住。我是从这打断还是从这打断？倒是有点麻哈。那打断气好像，那这不打劫吗？哪怕我就不跟你打劫，你粘上的时候我就外面走走。这不比实战强、啊、你补一个我随便了，实战不是被你退一个白的不是可以吃到这儿吗？这不想去尝一下，好想尝。好像看看我这个次序没有问题，应该是没有问题，他没有尝，就可能也这个时候就是心里判断也清楚了，是不是太，就觉得这个 OK 了，有点胜利宣言是吧、一点就是不给你一点的机会。对、这个是比较胸有成竹了这时候。如果当时黑棋形势这个比较焦灼的时候，我觉得他肯定会尝过来。能尝，我是觉得能尝。尝一个没什么怕的东西。这样的话白棋吃这个还是挺肥的。这地方。确实是，这个还是想尝啊。这下吃，当然他可能比较清楚，他这样真先手。不过翻棋的时候，如果能够这么长的把它赢下来，也是挺愉快的，是吧？就是，对，这个还为第二盘做准备。或者是长的时候，难道白棋这里有什么冲击的可能？你冲击你气也不够啊，你这个总得粘呀，你粘都没粘你就冲击我，你刚才粘我都。如果你说我如果不长这个，我先长这个，长掉我再长也、也好。好多了，肯定好啊。尝一下，就比被人冲吃目数便宜啊。对。可能就是看结果，就是觉得优势嘛，真的也没必要了。就因为这棋还是比较清楚的，其实。顶掉。还是我看看这个次序啊，冲过来的时候上面先顶，然后再来搬。对。吃，然后把上面扳住，把上面挡住，这个空收掉，挡住这个这棋收官的话，黑棋优势还是不小的，吃这个先手。白的也只能猴，很舒服，这黑棋很舒服，就粘上就行了，就补呗。
收官吗？黑的干嘛去了？黑棋是走哪了？把这走掉。对。走完一粘，这是黑棋的决心。黑棋这几目，这是为什么不粘呢？十几目，黑的是打了，那这个也倒也大，是吧？这也挺大，打了虎进来，打了虎进来应该也没啥问题吧？点打。这个，粘住，这个是有，这边有什么味道是不是？哦，这边有一段是吧？可以冲回来。有点薄啊，对，这一次，哎，哦，这里还有点味道。哎，这刺好像刺的有点，哎，有点难受啊！哎，那这黑棋其实，黑棋是不是最简明的？别走这个呀！我是刚才也没觉得这个跟这个哪个大，我感觉也差不多啊。应该把这个吃了呀，这个也很，这个太厚了啊，厚实。把这个吃了，然后这个看成剑合就完。你走这个，我走这个，你走这个，我粘这个不就行了吗？对。黑的把这吃了，好像对。更简明一些啊。这个打了虎，会不会有些变数啊？哎，这点有点头疼，这棋。先手把俩，那把俩挺大的，只能粘了粘，先手被吃两个子儿。好，看他这个一点。这个有点难受，这有点是吧？痛，这个这两个字要被吃了，有点痛。这个有点，主要这个也没那么大，这两个我觉得，这哪个大也搞不清。这先手把俩有点难受，顶一下。顶一下，试过来，顶一下，顶完呢？这俩，哎，它是走哪个？看看，小尖，这白的好像还不满足于吃俩。你对，如果走不它好，想干嘛？它我要走退这这个，个。退完一拐，哇，这里还会有什么味道吗？走这个，我如果顶。你拐死了呀！哇，还有这种棋哎，不对啊，那这一小尖现在怎么办？完了呀，防不住了，已经防不住了。被这退先手的话，那他刚才补这个的时候，是不是？那补哪儿呢？怎么补？我这个还有这个是吧？对，我如果这我就挤。说如果挤这个，这里被吃掉三个我不是被吃，我要重过来跟你打劫连着啊，啊。一起打。那无忧姐啊，白的。对，不敢，不敢。哎呦，这里还有棋，真是。不是，他这个就是应该吃这个，这应该补一手就没事儿了。这里有点是不是随有点随手了？肯定没看见点。对对对，哎呀，这个是这个深蒸蓄九段还是。很敏锐啊，后面。这一点好像，当时好像被点的这时个，候已经有点。对，我们之前，这个局势突然又变得很紧张起来了。要不就算了，其实当时这个棋你点一个，我把这吃了算了，这个棋不要了嘛。颜色的五六七八九十三十四目，这其实还好，黑的就应该把这弃了，然后把这个粘上。这个棋也十目以上二呀。三四五六七，九十，
就这个肯定是白的要便宜一点，但是这边还没有这个，区别不大。黑棋抢了这两个，白的吃这个，我觉得这个问题也不大呀。就是点的时候是不是不要就行了？点的时候是不是赶紧冷静下来，是吧？不要肯定也是不要上头，肯定是黑棋赢了呀，这棋。这棋不要也行啊，什么都要。什么都要，确实他可能没有想到我们之前以为白棋就吃两个，结果白棋这一小尖，这怎么防不住了？这怎么弄啊？解。这怎么？对。挤完了断，这个冲断了是？他挤完断其实是为了防这个，这样的话呢，先把这防住。这边先防住了，然后上面是什么情况？冲断杀气呢？数气数不清，冲断哈加在这儿。对对对，这冲断能加在这儿吗？还可以。很乱，很乱！突然，哎呀，这个局势突然变得紧张起来了。这黑棋没有，真的是没有必要这么紧张。没注意，黑的真的肯定是没看见。就这里没看见这个小尖是吧？对，没看见这小尖。要看见这个小尖的话，当时点的话就气了就行了，气了。其实这时候黑棋是有办法的，可以脱身的。黑的有本钱，你就给一点都行。哎呀，这个突然，本来我们都。突然现在又变得很紧张。这怎么这就是对杀了呀？这什么情况啊？怎么感觉本来就已经快冲过终点线了？不到最后时刻，真的是。这是什么？都说不清楚啊。这个。或者你刚才这个长的时候早这个是吧？啊，方法太多了。当时肯定是黑棋这个棋方法肯定很多，就有点不大小心啊，读秒了应该是。现在应该读秒了。当时可能被点的时候应该是点。我估计这一点或者一尖，这个就是一读秒。读秒了。得用好几次。神针旭估计还没读秒，因为当时。不好说啊。当时杨鼎新八分钟的时候，申真旭还有20分钟呢。我感觉申真旭还没读秒。现在对快3:30了，早上9:00，现在已经进行6.5小时了，是吧？有可能读秒了。这不对啊！哎，这不已经死了吗？不是，这什么意思啊？这不要了。啊，不能不要呀，这不要能行？我打这个呢，是不能，只能不要了呀。这下面不要了，不是这两个字不要了，不是这两个字拔完之后，我这打完扑完是、啊、一打一气，这还怎么弄啊？不是一气给你抡死了吗？这不是黑的就没气，就两口气不成？哎，贴完一吼，顽强住，这是什么？这感觉？哎呀，这个棋真的是。这太意外了，这个。我。然后一扑。我扑完提啊。我现在扑完提这个吗？你就长不了棋，你只能走这个。提。只能吼。吼。我也吼。不是，你现在是这里面是三气是吧？四气。不，四气。走完四气。我也吼一个，我就顶掉好了。反正我不走也四气嘛。走掉嘛，看得清楚点。四口气，我吼一个，五口气，那完了吗？一气、两气、三气、四气、五气，死了呀！哎呀，这不是死了吗？死了，突然之间全死了！天哪，这个太奇怪了！扑死了，差一气。这样的没变化，一点变化都没有。这个棋一点变化都没有呀，这扑到这给扑死了。这什么情况啊？就扑的时候一提，如果提的话，它提过来啊。这个没变化，没变化。这
没变化，死得很轻。当时如果加呢？为什么不加呢？对呀、啊，又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跳不是松，有点松，加是什么意思？加一个白的死了呀。加它可以冲，是不是？冲打踢，那你上面死了呀、啊？那为什么不加呢？为什么不加呢？加没变化了，加你如果走这个，我也是起。不加，走这个，也起，都一样。起这个就行。嗯，加的话就是你也是走这个。嗯。这样的话呢，如果黑棋长，黑的气不够，黑的得提。嗯。有点冲，这样是个打劫。打劫。打劫，这个黑的可以的呀，打劫白的没劫财啊，那有一个吃，一个劫不知道够不够啊。嗯。因为这个劫白棋实在太重了，白的不能这么打吧？这么打白的气不够、嗯，白的只能这么打。嗯，这么打，家当时你铺这边是这样的嘛？这边是已经定型成这样了，对吧？这边是像这个样子。嗯。然后家如果挡住这样打劫，你打这个找劫财，这个也大，这个也很大。不是这个大，我就硬吗？我两手棋溜了呗。提过来，黑棋提。我也不知道如果转换谁，这个是大，那个也不小。我如果冲下去，但如果要的话，等于是这样。嗯。提没有意义、不管提哪个，我联络，这样怎么样？这样形势怎么样？不知道，这个感觉被抽了俩，这一顿抽，也不好说了。这个地方再被打完抽一下，也不知道。刚才那个转换图我也搞不清，转换图如果你打不是劫怎么样？但黑的不只能这么下吗？嗯，行不行的？黑的也得，嗯，紧住这个气啊。这什么？不，黑的只能去紧白棋这个气，而这个虽然说读秒，其实好像不是特别难算的东西，就很感觉好像黑棋突然断电了似的，这里啊，就好像、就什么都没看见，读秒了。一个是已经当时黑棋进入读秒了，这里呢是进入读秒，但是我觉得作为就和前面就是和前半盘感觉有点这顶尖水平读秒了一分钟的读秒呀，40秒，嗯，40秒5次，40秒5次，可能还是被白棋这从点开始一接有点乱了，乱是吧？感觉黑棋这一带的枪法乱了啊、前面你看，哇，这个棋太可惜了啊，这太可惜了。乱那不能乱呀、那学女足，0-2都不乱啊，可不是吗？不能乱。这棋最后如果输的话，真的是太伤了。这只能这个，哎，我当时用苟住不也行吗？这个这么好的机会，那苟着啥呢？我刚才为什么一定要加？那我苟住你呢？当时这棋是这样的，你这俩没吃嘛？嗯，你不就这样的棋吗？你冲断我苟你呢？嗯，看看。真的是不甘心啊，这个时候狗一个不是紧着气了吗？他是怕什么呀？哎呀，这棋他搬他没事儿啊、好像可以狗看看啊，看看这个，对，狗一个好像可以，紧着气就好，可以狗啊。他为什么不景气呢、跳也太酥了吧。对呀、这一吼白棋局不有五口气，他们不。太奇怪了，我觉得不像，真是。就是说狗一个还是黑的要赢是吧？对。狗一个白的长不出气，这局部肯定长不出气。那这么。哎。哎。跳一个什么情况，跳一个太松了。太松了，太松了。就是个跳，其实第一感就觉得
不对，奇怪是吧？就刚才肯定是这种家呀，狗对，这狗是好戏，嗯，狗一个好感，我看见狗肯定是狗。对，你觉得四十秒它景气吗？就是四十秒它没有这种感觉。那我觉得我没有也就算了。断电了，你也是看了一会儿发现，但是如果全神贯注看这个的话，全神贯注，我觉得我肯定能看见，就因为我一开始是在看这个，嗯嗯嗯，第一感我第一感也是加，就没有看过这个，就没有看过，有点松是吧？感觉上就怪啊。这个好，这个一摆上就觉得这个其实好，因为现在在杀气啊，现在不是已经在杀气了吗？嗯，在杀气，第一感你不去算你景气的点吗？不知道是不是里出现了什么。错觉，黑棋还是在那很从容的是吗？对，黑棋肯定有出现错觉了。我觉得这一代，你看他的下法是，就好像没有感觉到，这杀着气呢，杀上了。你前面收官也就算了，现在这个还没有，嗯、已经断开了，双方在比气，你都不去看看紧别人气吗？这个、真的是不知道说什么好，嗯。哎呀，这弦没绷住啊！对呀、啊，太可惜了，我就觉得。没绷住啊，这不对了，这怎么弄啊？这个多么好的机会！看看啊，怎么搞？现在是这个拔了，这是什么情况啊？不景气，拔完一扑，拆一起。嗯然后什么气了？那没有。这个，那可能是凉凉了。突然断电是吧？这一代，其实就是点这一代都还撑得住，撑住了，都撑住了。点的时候，我们刚才说你就不要了，不要也是个办法，也行。你要很复就复杂了，杂但是呢，这个时候一定要给他紧着气。对，也是对杀得过，嗯，就狗猪杀过了。这一代你是不是这个也行？就刚才我们、哎、这个行不行？这个是不是也行啊？可能这个就不没必要，可能不会往这想。我就在想，这一代是不是就只有实战这不行？是不是那只有那个不行？我怀疑，真是。哎、对啊，可不就实战这不行？因为只有这个没紧住气，你紧气啊！这个刚才打劫那个图也没看清啊。嗯，那样是打劫，还这个好，这个好，这紧着气好。这个真的。啊，刚才也不见咋讲，你冲击打的时候我先打。这个、我觉得对棋手来说，这个也行了。刚才对棋手来说，这样的一盘棋输了，真的是，如果最后输的话啊，这样的话，这个很受伤的。那也怪不了别人，这个，说实话，难点也不是很高吧？嗯、太痛了。这计算就正常情况下来说，我觉得对杨鼎新这级别来说，这算不算太难？可能还是这个大胜负。大胜就确实是，哎，有的时候读秒的时候，这肯定后面不是他的实力，对吧？这完全不能体现杨鼎新的实力。那肯定不能，你看前半盘这棋下的，就是在这个胜利离你越来越近的时候，你怎么保持这个平常心？这个可能是要交的学费吧。那后面还下了一些，这下一些平复一下心情的，这个是很，我觉得别说他平复心情，我说我都要平复心情。这比较无语，进程。这个，哎呀，这走哪儿去了？这还怎么下呀？嗯，平复心情嘛。想一下，白的棋，黑的是做什么？粘这个啊？现在想起来粘这个，这还能够吗？中等于中间死了。不，这不用看，这肯定不够。这要是能够，你还在这救什么呢？就完全都不要就够了。你在这救什么呢？救了这四个字。死了，这乌泱泱的，这个可能亏了30目吧。这是
就是定个型了，这个实在是也不太可能有什么东西。哎呀，挡住这个，现在就是那是调节一下心情哈。天，这对白棋来说真的是一个。不，其实我觉得天上掉馅，天上掉馅饼、啊。对，其实可能这点他也是最后的一些努力，是吧？这走走不行，准备认了。对，这白黑棋真的在这中间这一串，这都没必要，全都可以。对，这个如果早意识到这地方有保卫的话，就吃一个，是胜利宣言。他没有走呢，倒也没问题，是就是都行，你不要也行，要计算准确也行。对。就是第一他没有意识到这的复杂性，第二呢他什么都不肯给，什么都要，然后呢什么都要计算还出错了，打勺了，然后打勺了，对，一环扣一环呢，也是这个但凡有一个环节做对了，这棋也不至于输。哎呀，所以这棋啊，赢一盘棋也是不容易啊，没有到最后没有对手这个把子收了，那是都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对，这个尤其面对的又是这个韩国第一人申真旭啊，现在是其实这个势头非常好。申真旭我们也说了，去年拿了4项世界比赛的这个决赛权，可见他这个状态真的是，可能也是因为。状态太好，因为对手是申真旭，对，杨定欣心里有点失衡，是吧？要赢了，要赢了，这个有点激动。其实没有保持好平常心吧。对，就是离这个胜利的终点越来越近的时候啊，怎么样给他安全运转？对，这棋放到平时不太会，不可能，这个棋是吧？不太会，这个太令人意外了。但是好在这三番棋啊，不是一盘决胜负，还有机会。所以也是希望这样输一盘，还是一定还是要及时调整一下，别受影响。你说是不是？像这种大赛，更重要的是一个心态的较量。其实你看从棋上来说，虽然申真旭厉害，但是并不是说没有机会啊。这个基本上就已经拿下的时候，不是说没有机会。这个我觉得是一盘完胜的好局。如果说这个。其实就中间这一带，任何一个时候，就最后一个勺下对，就最后就是完胜的一盘棋。就任何一个时候下对之前，其实都不算错误。只要怎么定型，你点你，我不要了，我觉得这都不是错误。是，这综合上整体一个最后是一个组合的一个大勺子，它还不是一不像是有一种勺子，它就是一步棋，一步棋走对，一步棋走错的事，它好多条路错过了。看看他后来还有，他没有每一手棋都有机会避免最后这个局面的，这个伤要缓一缓呢。但是现在还不是，也没给他太多时间缓，没有给他疗伤的机会，因为这个第二局是在后天进行啊，还好明天有一天休息时间，第二天就后天要进行，这个时候，这个出去喝点就要把这盘棋忘掉。对，对，你就现在不要再想它了。这个总结也好，什么也好，就是之后的事情了，之后的功课，现在就要忘掉。哎，你说这个办法好，出去喝点。就是挺难忘的，因为这种太痛了。这个以前比赛的时候，这种棋往往是可能。作为对局者来说是最痛苦的，所以我们看很遗憾啊。我们看都觉得很遗憾，是吧？棋迷来说就、怎么会这样？大家都会觉得很遗憾。那作为对局者来说是最难受的，最痛的。他到最后再来看这盘棋，不就是他回过若干年之后再看这盘棋，我觉得那种心痛的感觉都会在。要看最后到底这个冠军三番棋的结果了。对。就说其实输棋怎么疗伤啊，就是赢棋赢回来。对对对，赢回来。赢两盘回来。对，赢两盘回来。赢两盘回来。赢一盘回来，我觉得过太多年他这个棋都很难过去。这样输棋是最难受。
当然了，如果最后能够赢两盘赢回来的话，这就是一个，绝对是一个，那可以当做一个非对可以说一辈子的一个故事。那你这神真是对吧？我这个这样你就只能这样赢我一盘。对，我有的时候啊，有的时候你是得有一些这种气魄的，不要把这些事情看得太重。是，你说是不是？说是这么说，其实做真也没那么容易。那没办法呀，你到这个时候你反而把它放下，对，看淡它。你本身你就该承受这个。对。能到这个阶段，能进到决赛，你就已经是，其实就是已经世界顶尖了，对吧？谁赢谁输都正常。那肯定啊，本身就是世界冠军级别的对局嘛。那这个犯了，这属于是非技术性失误。我觉得更多的是心态，对，跟不是说技术上的东西，更多的是技术外的。这个是这个还在坚持哈，啊、这什么意思？坚持不了了。把这个也连回来了，我乱了有点是吧？不是，他是为了冲进去破这点木，然后摆了先手把这吃了。不行了，不行了。把吃这个粘上。粘上的时候认输。对，这个粘就是最后一招棋。粘到这里的时候，黑棋确实是，痛失好局，太痛了。现在这个确实没想到。现在要还要，现在如果要进行的话，就是要把这个连回来。对，连回来，白棋就中间把这吃了。嗯。因为这地方没有顶过顶，粘完扑是个接不归、嗯，所以白棋没有任何问题。嗯，这样可以，这走就肯定。现在，黑棋，哎呀，这个也不用再判断形势了，这个目数是吧？这个我觉得中间亏了，保守估计20目肯定是朝上的。嗯、现在这个目数是不是输的也不会太多？对，王战可能又亏了，这全死了，那太惨了。嗯，这确实是稀里哗啦了有点。对，嗯。这盘棋太可惜了，但是、还有机会嘛？还好是三番胜负，不是一番。对，不要放弃，就是这样。你也反过来说，你像申真旭这样的情势已经非常落后的情况下，他还能咬着牙，一直在寻找机会，对吧？对，在这种逆境里面，这个对扳回来。那么你反过来说，对杨鼎新来说也一样啊。三番棋这个机会肯定是第一盘落后的情况下，后面。三盘棋，后面两盘的逆转的这种机会也是肯定是有的。对，别说三盘棋了，像这种日本的七番胜负，对，0-3，0-3落后，连赢四盘之后，对这个叫悬崖上的这个决战，其实就你就把这个几番棋啊，0-几这个忘了，一盘就是一盘，你就是一盘决胜负，那个申真旭下一你就想第二盘我赢了，我就是你就一盘棋，就每盘棋当做一个，对，就当成一盘棋来下，单独的一盘棋来看待，对，哎，就不要想那么多。嗯，但是有的时候就像你说的难，这个、我们说说容易，是吧？难肯定是难，但这个棋手必须要承受的压力。这个我们这个围棋当中就说你的胜负心和平常心，对吧？大家老说这两个词，但是这两个怎么样来平衡它呢？对。一样的啊，就是跟下棋一样，每步棋其实都是要找一个平衡点。嗯，像你的胜负心和平常心也同样要找一个平衡点。你不能说没有胜负心，那你就不用下棋了。但这个也并不冲突啊。你有胜负心，但是你也得抱着一个平常的下好对局，下好每一手棋去做。是，哎，还是有点不小心啊。这个确实有点太不小心。太意外，真的太意外。这怎么总结一下我们现在这盘棋？这个前面这完美的发挥，太完美了啊！好，下完全压制这个，就是现在就是你说是，天使与魔鬼并存，莫非也要这个复制一下女足的这个？的情况啊，对，上半先那个上半场，上半场，我们还有下半场，对，没事，还有机会，对，还有下半场，
但是这个任何时候要还是要有信念的、啊。他这个属于呢上半场踢得很好，被人偷偷进了一个，或者说进了个乌龙球，这个属于这真的很好下的，真的很好下的。从胜率一直是，他不是说，其实深圳市也很强，他这个没有说哪一手棋我们说这个跳水啊，或者是胜率大降啊，没有，这个黑棋是一直一直的慢慢的在胜率一点点积累，一点点在积累自己的优势，慢慢的黑棋下得好，对对吧？他是。每步棋这么一点点的把他的一点点的在提高自己的胜率，这个、获得这个优势，不容易啊！而且从一上来的准这个点，这几个、其实这几个适应手好像就很漂亮，很积极，所谓胜负手挺放得开的，对，下的也很积极，也是挺拼的。我们一上来说杨鼎新今天其实是在一个拼搏的姿态，状态很好。沈振旭显得稍微保守一些，所以杨鼎新一直占据着其实主动权，实控一直是保持着领先的优势。然后沈振旭要攻黑棋也没有取得很好的攻击的效果，防守的也很到位，攻防都做得非常的好。杨鼎新然后就快要冲过终点线的一刹那，这应该是全最后一个白棋的一种冲击了。就最后一个稍微有点看不清的地方，其实黑棋有好几条路可选，对，可弃可取。对，但是反过来说，这个深圳旭也确实是找到了唯一的诱使对手犯错的可能性。就像这种点发起最后的一个冲击，其实它也是一种试探性的冲击，是吧？他就是做好自己该做的，那行不行？你应对的那种形势不好不够，那没办法，对吧？白棋肯定是做最后的努力嘛，尝试一下。结果确实是产生了一些意外的效果。其实包括像黑棋，我们如果帮黑棋回顾一下、回溯一下，它从点黑棋白棋点开始。就有，这弃了就行了嘛，弃了也可以，这肯定可以，弃了也够。对，因为弃了，当时我虽然没有整体的点目，但是从这个判断，这个几个子的价值比这个粘就大了，可能是两三目。哦，便宜个两三目，应该不会影响。不，大两三目都不代表你便宜两三目，因为我还抢了一个这个。然后你点我本来吃这个也有一定的价值，所以就是本身来说这个还好了，而且因为它这个气调还是挺不错的，因为它冲了提到了，它死之前它把这个提到了，物尽其用了，对，物尽其用了，我这损失其实还可以接受的，不大的，一共十三四目，这个粘也是十目朝上，就很简明，因为当时的优势我觉得黑的盘面十目是肯定不止的，付出个两三目都是够的，没有关系。当然了，他粘，他如果计算精准，我觉得好，我们后来看也没替白棋想到什么办法。如果狗在这儿的话，对，白的也没办法呀。其实就最后一个最后的时候，最后时刻，依然能守住，是吧？对，就是景气，就对杀的时候你要景气。虽然看着比较惊险，但是好在有惊无险。对，还是快一气的。那你这一跳可能怎么会有这种跳哈？懵了，当时人已经懵了，肯定是懵了，人家读秒，是个读秒最后一次了。哎呀，但是身经百战的，不会是滑标吧？那不会，不会，不会，不可能，不可能跑到这里。可能还是更多的是心态上的因素，这棋确实是，哎，那没办法，调整吧，调整吧，调整吧，哎，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把这个盘棋忘掉吧，是吧？还能休息一天，明天休息很重要，很重要，后天。第二局是后天的上午九点继续将会进行这个第二十六届 LG 杯决赛第二盘。对，所以棋还是很有机会的，实力上也没有问题，一盘好局，所以大家还是要继续给杨鼎新加油。是是是，我们还是要为中国棋手加油。而且其实这种体育啊，体育比赛也就是这样子，那很残酷，很残酷。竞技比赛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总会发生很多这个你意料之外的事情。对，这其实也是这个魅力所在，对，是吧？如果就是平淡如水，你可能也没有这么多吸引这么多的爱好者，对，我们的棋友也不会有那么多让大家印象非常深刻的棋局名场面，名场面。这个回头来看，可能都是一个名场面。但是究竟是一个喜剧名场面，还是这个比较那个什么的啊？难忘意外的话，就是还取决于后面两盘棋，
是吧？对，还有机会是做好自己吧。还是如果黑棋，我们杨颖欣能够像前半盘发挥的这么出色的话，我觉得，对，杨颖欣好像我印象中他后半盘好像勺子偏多是吧？杨颖欣吗？嗯。啊，就看像好几盘棋，是吧？你有印象哈？嗯，也讲过好几盘，前面都真的下的挺好的，嗯，非常好，嗯，后面稍微还是这方面要多小心吧，对，注意点。后半盘，但是这个有点、嗯、不太应该，不太那个啊，嗯，确实不太应该，对，太可惜了。嗯，其实好像他们这个重庆队的围甲赞助商，因为他是杨颖欣重庆队的棋手嘛、嗯嗯，重庆队的围甲赞助商也是特别的提出，如果最终本届比赛杨颖欣如果能够夺冠的话，哈、嗯，我觉得是给了一个不应该告诉他，不要知道这些东西，这照这干嘛？反而是有压力了，是吗？我觉得对，可以有大家这么。就不支持、嗯、因为我也拿了看到新闻上面这么爆出来的 对、嗯、是当然是也是一番人一番美意嘛肯定支持中国围棋当非常感谢啊非常说明这个很好、嗯、但是会不会对杨颖欣来说哎棋手就应该承受这压力不应该想这么多东西嗯所以每个人不一样有些棋手啊、嗯、你有的人是这样子就是他、啊、你越大的压力他反而爆发了你知道吧对对对就在逆境中叫爆发对吧？有那股狠劲，有那种狠劲。嗯，所以这个比拼到这个阶段，已经不仅仅是棋艺上的、技艺上的了，就更多是心理上的了。嗯，还是放平心态。放平心态、哎。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要为杨颖欣加油，为中国棋手加油，嗯、对吧？对嗯。好的，那么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后天也将会进行这个 LG 杯决赛的第二局。在同一时间也希望各位观众到时候届时收看。那么今天感谢丁磊老师。嗯。好，那我们后天见。再见。